原标题：韦昌辉已控制天津，为何石达开还能顺利进出？他有底气。1856年5月，杨秀清指挥石达开、秦日纲、陈玉成等各路大军猛攻位于天津城东校林内的江南大营，钦差大臣向荣逃往镇江途中因急火攻心而亡，长达三年之久的天津之围宣告解除，太平天国达到军事上全盛时期。此时杨秀清个人威望如日冲天，集天国政权、军权、教权于一身，俨然就是实际领袖。不过杨秀清为人过于嚣张跋扈，目中无人，不但得罪天王，还将韦昌辉、石达开、秦日纲等手握重兵的实力派得罪一遍，甚至连掌管天津卫戍职责的左天侯陈成荣都得罪，实乃大错特错。因此随着军事压力相对减轻，一场针对杨秀清集团的政变开始悄悄酝酿，而杨秀清却一无所知。1856年9月，韦昌辉正在江西瑞州读诗，接到洪秀全出洋密诏后，他直接带本部3000精锐星夜兼程赶回天津勤王，以清君策。韦昌辉回京途中将对杨秀清素怀不满的燕王秦日纲带上，让其充当实际操刀手。回到天津时，左天侯陈成荣已经安排好一切，为秦王大军进城后立刻抢占各重要据点、各条重要街道，而后便杀向东王府，开始了血腥屠杀。杨秀清死后，洪秀全并未向军民公布朱阳诏书，韦昌辉处境被动，东殿将士不服，大火继续火拼，结果韦昌辉和秦日纲联手制服东殿在京势力。可以说天津现在已处在韦昌辉、秦日纲集团控制之下，他们是这座城市的实际主人，是杨秀清在玩。闻知韦昌辉、秦日纲、陈成荣等人大开杀戒，滥杀无辜，远在湖北洪山大营的翼王石达开再也坐不住了，他携带曾锦倩、张穗某等人火速回京，试图劝阻韦昌辉滥杀行为。李秀成在自述书中说，翼王在湖北洪山知道京城杀害许多之人同曾锦坚、张穗某郎，被赶回京都，即即免杀之事。回到天津后，石达开当面指责韦昌辉滥杀，其下何罪？何得进路？吾乃自枪手足，倘官军万一知之，成我之威，将何欲？语气相当严厉。对此，韦昌辉很不满意，顿起他心。洪秀全也相当不悦。石达开感受到韦昌辉杀心后，连夜跑了，马不停蹄地赶回洪山，带着大队人马来讨伐天津，要求洪秀全交出韦昌辉人头，否则班师回朝攻灭天津，语气咄咄逼人。这就有意思了，当时韦昌辉已经实际控制了天津，而且杀气腾腾，为何石达开还能顺利进出呢？要知道石达开只带曾锦仙、张穗某两人进城，后来还能安全逃出北殿控制下的天津，这实在太不可思议了。其实原因很简单，即使石达开有进出天津之底气，一起看看。其一，石达开只带两人进京，韦昌辉自然会懈于防备，放松警惕。当韦昌辉杀进东王府，解决杨秀清后，洪秀全并未出面公布密诏，以致韦昌辉处境孤立，傅学贤、吉成子等东殿集团不服，双方火并，天津事变不可避免的扩大化了。后来韦昌辉、秦日纲等通过陈成荣公布北殿受刑诏书，吸引东王余党前来观刑，而后将其一网打尽，一个不留。此时石达开听说天津城内已经出现血腥屠杀，于是带着曾锦仙、张穗某两人赶回京城，当面劝说韦昌辉。从中可以看出
石达开是相当聪明的，他只带两人，这就表明他不会跟韦昌辉闹翻，他是有心回来劝阻，大公无私。韦昌辉当时基本控制了天津，自然不会畏惧石达开杀人，认为他们不会掀起大风浪，于是放松警惕。试想若是石达开一回来就带着千军万马，估计进城那一刻就被杀了，或者是被软禁。其二，石达开与韦昌辉是盟友关系，共同密谋朱阳回京，理所当然区区三人就敢回京，石达开确实是条汉子。不过他之所以能顺利回京，还在于他与韦昌辉是盟友关系，双方共同密谋诛杀杨秀清。李秀成在自述书中说道，韦昌辉与石达开、秦日刚是大齐一心，在家记忆起手共事之人，后东王威逼太过，此三人激怒于新北一二人同心，一怒于东义与北王密议，杀东义人，杀其兄三人，元清、辅清而已，除此以外皆不得多杀。既然双方都是盟友关系，石达开此时回京是再正常不过了，韦昌辉没有理由阻止石达开回京，更没理由限制他人身自由。试想若石达开并非盟友，就他回京后替东王余党说的哪些话，膝下何罪，何得进路，吾乃自枪手足，估计就小命不保了。其三，石镇即屯兵聚戎丽水靠近天津，石达开底气十足，有了盟友这一身份，石达开行动是相当自由的，不到万不得已，韦昌辉必然不敢对其下黑手。不过韦昌辉此时已经杀红了眼，事态也已经扩大化，谁都不能保证他会不会做出非常举动，所以石达开敢于回京，敢于斥责韦昌辉，后来还能顺利出逃，应该另有原因。即使足地石镇及屯兵聚戎丽水就在天津附近待着，这给了石达开足够底气和信心。据石镇及口供记载，咸丰六年镇及同伙二万回南京，留守将张国良等打败镇，即炫于南市城驻扎，此次镇及家封为检点，独掌兵权，天王即委统带三万。事实也是如此，当燕王秦日刚带兵追杀石达开到西凉山时，天津附近的军队都向着石达开，他只好放弃追击。综上所述，在韦昌辉基本控制天津且杀气腾腾之时，石达开敢于只带两人回京，当面斥责韦昌辉滥杀无辜，公开向着东王余党，而且还能顺利出逃，其原因就在于石达开当时有这个底气。可惜石达开逃跑后，韦昌辉立刻屠杀义王府，这估计是石达开所没有预料的。本文人纵横国史原创，欢迎关注，带你长知识。图片来自网络青山，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